呢個波德波洛夫出嚟嘅時間咧有啲問題喎。嗱，文斯尼嘅腳背傳送啦，馬斯帕洛唔到，咁佢就利用呢個方法咧將呢個波咧勾入咗咧係星島嘅空門嗰度噶啦。咁即係話咧係德波洛夫出嚟嘅時間咧就慢咗啲，與其出嚟嘅時間慢咗啲咧，亦都不如咧就企喺八界線，咁呢個波咧可能會避免係不失㗎。 上半場嘅12分零鐘咧，森多利亞嘅11號球員馬斯帕洛咧打開咗紀錄啦。咁啊，今晚呢場友誼賽咧係最終都有好多個入球出現㗎。咁啊，剛才咧出現咗第一個，咁大家咧慢慢欣賞啦。嚟緊咧仲有好多個㗎。費利送俾咧古列治利，睇下控到波幾靚，跟住連隨第二下動作咧就用腳背將個波彈埋去，好近㗎啫。 德波洛夫今次出翻嚟咧有醒喎，風擲個角度，咁呢個波咧係令到古列治咧係冇辦法可以射入㗎。慢鏡啊，大家值得欣賞就係古列治第一下將個波黐落嚟係好順㗎，咁啊連隨第二個動作咧即刻可以咧喺踏一步之後咧做出，咁啊好彩咧係唔入嘅啫，德波洛夫佢都擋得好靚啊！拿羅球將呢個波頂翻出嚟。 咁啊，森多利亞嘅球員咧就將個波喺邊線留翻入嚟，送俾咧祖高域。上半場嘅比賽咁，基本上嚟講咧，大家嘅實力係距離咧好大段距離㗎。咁即係已經係基本上咧就由森多利亞就主攻，星島咧就被迫全軍係退守。文斯尼睇下呢個波，唔使咧就望後邊㗎。咁已經知道，如果呢個波係斬到佢遠處嘅話咧，就肯定有其他嘅隊友會接應㗎。 侯耀斌呢個波過唔到咧，就森多利亞嘅左後衞啊，朱大俾侯耀斌，哎呀又截到，送嚟中間，文斯尼，咁啊呢個咧就係咧係森多利亞嘅中場嘅策劃者嚟噶，誒呢個撞球點解入嚟中間轉身咧，係好嘢，貝魯奇呢個波咧係轉到身嗰度好嘢，難能可貴啊！ 咁啊，當時咧佢即係唯一嘅去路咧，只可以得停個波，但係得停個波之餘咧，佢能夠轉身咧，係造成一個威脅咧。咁呢個9個球員咧，實際上個技術都係唔錯㗎。文斯尼呢個波有倒西㗎，劉志遠咁啊拖入嚟拖嚟咧，都係冇辦法可以擺脱咧森多利亞嘅球員啊。 打到呢段時間咧，我哋就暫時休息一陣先啦。咁就紀錄仍然都係森多利亞暫時領先一球㗎。好啦，繼續收睇咧，就森多利亞對星島嘅比賽，而家咧依然係上半場嘅賽事啊。咁啊，黃衫黑褲嘅星島啦，啊呢個波咧朱大咧比比過嚟咧，呢個丹力奇咧甩咗腳，咁仍然係1-0嘅紀錄啊，客軍咧領先緊嘅。 咁啊，壓住嚟打啦，到呢個時候都已經係右鏡到呢七號嘅索新奴咧，比比埋去，但古列治咧就唔滿意啊呢個波咧就結果咧就係德波洛夫咧出嚟咧係接咗呢個波，七號嘅索新奴，德波洛夫好定啊，定一定神先，然之後先帶咗啦開出個高波出嚟，誒波亞跳頂啊漏咗頂唔到啊好啦。 過嚟陳子光，陳子光一扣，哎呀扣咗落地方嘅身體彈翻落佢只腳，啲救雲啊呢個波，一扣嘅時候咧佢扣得唔好啊，咁啊彈到呢個費里嘅身，咁啊彈個波依然落翻佢面前，俾佢再標前咧翻到咧射入1-1，陳子光咧喺上半場嘅19分鐘咧就睇呢個星島咧係攀成平手，紀錄係1-1啦，睇睇呢個波啦，嗱陳子光去啦喎，頭上一頂，佢上一扣。 咁啊，彈到咧呢個費里嘅背脊，費里嘅後腳一翹就翹翻落佢面前咯，唔嘥啦！呢個波咧，陳子光咧就係送咗佢入網，1-1啦。星島咧係追成平手，仲有慢鏡睇一睇。嚟一扣，其實呢波扣得唔好嘅，費里咧如果中咗喺前邊個身咧，就挨到個波彈翻落佢腳下。陳子光咧射翻入呢個波咧係追成1-1。好啦，繼續比賽，似乎咧星島有翻多少攻勢啊！ 咁啊，賓仔咧俾朱大，朱大咧再俾後呢個咧劉志遠俾賓仔，賓仔咧俾又彈過嚟咧呢邊睇下點啦。丹力奇咧去唔到喎，咁啊挨住喺右手邊咧猜咗3-4腳波啦，你仍然去唔到，唯有搓翻後再彈後咧扯鬆佢先。拉羅球有一個高波咧，附過嚟右手邊咧追唔追到？文連尼咧快一步好嘢啊！佢唔俾翻龍門啊，一跳咧跳出嚟，阿布力奇咧將呢波俾咗呢個摩亞波啊！
射大塔。好啦，跟住咧見到文仙尼咧攞到波啦，嗱嗱臨咧大步咧收。哎，俾古利治呢個波咧，似乎啊失咗多少默契，古利治咧中咗埋去嘅，俾佢直線益曬呢個馬石飛咧攞到，跟住咧彈過嚟呢邊。我俾咗劉志遠先，哎，劉志遠想彈埋嚟中間咧，又省到對方只腳，但係未出界呢個波仍然咧立得翻。馬石飛整個過頭波冇人嘅，啊好嘢啊！呢個文連尼咧彈咧對嘅頭槌咧頂翻俾佢，唔出界呢個波。好啦，古利治咧攞到波先，帶翻後兩步拖鬆咗咧，俾咗過嚟咧呢個文仙尼。掃把腳一彈，哦撞甩咗啊！賴來球都撞甩咗呢個波，摩馬咧即刻橫傳咧俾陳子剛。咁啊，陳子剛一個借傳咧俾翻咧呢個咧丹力奇喎，丹力奇扭多頭咧俾人撞甩咗，而家波咧落咗落去索辛奴腳下，索辛奴咧跟住咧彈埋嚟中間。文仙尼攞到波，啱啱開波圈嗰度，一個直線咧喂俾古利治，左腳緊緊攤到，咁啊又俾翻後邊咧，俾翻咧索辛奴，索辛奴扭多嗰頭俾人撞咧，但係仍然咧落翻落去呢個早高域。嗱，咁啊今次咧送過嚟呢邊啦，杜嘉咧俾前，文仙尼又彈翻後，索辛奴咧俾過嚟中間，啊中堅嘅呢個咧就係費里咧都搶前啦，今次咧俾到古利治啦。右邊底線前出波，跟住咧見到呢個文仙尼咧就係有一標咧標前咧第一時間右腳咧就撞射2-1啦，森多利亞咧又領先啦。咁啊，森多利亞嘅組織咧，同埋佢哋嘅默契咧，喺呢個入球之前咧係表露無遺噶。嗱後揸咧，其實佢交波啊，咁啊交俾咧9號嘅貝魯奇，貝魯奇順送佢一程。落底線咬入去中間呢個落點幾靚啊！加埋馬石飛就企喺度等波，咁啊文仙尼咧就係一個箭步標前，用得係上下5寸嘅腳勁咧撞入咗嘅，幾乎咧接近咧膝頭嗰個咁嘅高度咧撞入咗，好勁添啊！咁啊森多利亞再度領先啦，2-1，入球球員咧就係隊長文仙尼。文仙尼舊年嚟香港嘅時候咧，因為傷咧，所以咧佢冇份落場啊。呢個就係艾力神啦，瑞典籍嘅森多利亞嘅教練啊，咁戴住個金絲眼鏡啊，斯斯文文，咁啊原來咧佢係掌握咧就係森多利亞嘅兵權啦，咁啊星島都係換入咗呢個巴貝利啊，咁啊巴貝利咧就係暫時咧做後備，咁啊落後2-1嘅情況之下咧佢換咗入嚟啦，摸下呢個波有啲慢喎，嗱送翻後邊俾巴貝利。一個過頭波，未來咧就係森多利亞嘅右後防嗰個空檔嗰度啊！丹力奇一個想過兩個過唔掂啊！好，陳志剛落底線，第一次出波俾文連尼頂翻出嚟。費里同丹力奇喺度咧，大家咧就喺度鬥法噶。咁啊，再送翻俾陳志剛，第二次出波個點樣咧？幾乎同一地點，再俾咧文連尼頂翻出嚟。咁呢個32歲嘅清道夫咧，呢個文連尼咧就係都位置都好啊，都好啊！悉拉森多利亞佢個位置咧，就不久之前咧，亦都俾咧係另外一位咧老將嘅維祖活咧就奪咗佢個正選嘅位置啦。嗱，呢個就係文連尼啊，清道夫嚟噶。咁啊，佢嘅左眼角咧就係有少少係瘀。咁啊，呢個相信就係較早之前咧，佢哋喺北京咧對咧係中國國家隊嘅賽事入邊咧係撞傷咗噶。高波衝入嚟咧，新格插手槌咧就俾咧阿馬石飛啊衝門都衝到個波噶，咁呢個波啊睇法都入緊噶啦，點知咧係中咗個橫眉頂咧，就係再彈出界噶，咁即係話。